今天天气大好，整个人心情也超级好。我今天出来主要是采购圣诞礼物，我本来想说是给每个人根据他们的不同的喜好买不同的礼物，但这个工作量呢就有一点难度了，因为身边这么多个人，他们都是不同的个体。是买礼物嘛，就是变成了我在这边自己逛衣服，真的是服了我自己了。最后再看一眼就走。逛得我眼花缭乱的，我不知道要买什么，太多选择了。书一样，这本书呢拿反了吗？没拿反。这本书是送给 Joker 小可爱的，反正音乐类的书籍我也不太懂，翻了一下畅销上面的评分，看这个还不错就拿了一本。然后包这个书有一种像小时候包书的感觉。橘皮，此时的周笔里面都是礼物，你不要在这里捣乱好不好？叔，你不要捣乱。这个是 Sleep 的一个眼罩的一个套盒，它的眼罩就是真丝，然后我自己平时戴的也是他家的眼罩，我想说可以买来送给小姐妹，笨死我了。叔，包不好。买了两个这个盘子，我记得 Trista 说他很喜欢这个盘子，拆开一个给你们看一看。这个动作有点爽，让我想起了采购料的时候。好了，这一整纸拿给你玩，我扔过去了，你自己去玩。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，你都给我趴在我包礼物这个礼物上面了。这个茶，它里面是这样的，拖个懒，有的配了袋子的我就不包了，包不动了。等等，我还买了贺卡嘛，这个贺卡它是一个贪吃贪睡的小懒猫，就跟此时此刻赖在这里的朱比一样。朱比，这个月圣诞季超级多约，然后今天晚上又是一个月，正好给他们来拿送圣诞礼物。哎，我走过了，走过了，这里，一开业，一瓶哦，一瓶六杯啊，我在控制玉米开出来1.5杯，你2.5杯，我给4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自作多情了吧？我是准备了东西，是一人一个的。卡片是给你的，因为玉米的我已经拿给他了。谢谢，开心死了，圣诞节礼物。有没有人要念出来？我来念第一句，你念后面的。Okay. Merry Christmas. Very excited.
男神形象一组，男神影视。就每个人的需要，但差不多写的不同的内容。如果觉得这个人也我也想拍，也很美，然后就是这张卡。啊，那我是认可的美吗？被认可了。我的御用模特主，我今天起来就还迷迷糊糊打开手机，他发消息说他昨晚碰到我，然后我睁开眼睛那个时候，其实我有点迷糊，就是我刚从一个梦里醒来，我那个梦里刚梦到他，我简直震惊了，我搭了个桥去了你的梦里，真的。我要说你梦到谁就一定要去见他，然后我们刚好今天还要见面，就这么巧。我们来喝一个 Merry Christmas。妈妈觉得这口红不防掉，得把先擦掉。这吊饰也太夸张了吧！算了，就不说涂的哪个牌子了。我的眉调推荐给你们那个口红。对对对对一下好不好？来啊，女生推荐，女生她推荐我这个无数次了。我觉得网上看到说有一个，吃完了，就是固定的活动，拍照，还有礼物收。还给拍写真，他是最清醒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也有点 tipsy 了。你少了，你应该是分到三杯的那个人。对，他少了。女明星拍的好认真啊！给你们看吧，女明星把手机放在哪里？这是女明星的拍照方式，大家学起来。女人为了拍照可以 almost 卡住了，十秒哈。妈呀！来十，没有十。真是神经病。看到后面先出来，对，今天有一个什么 French Festival 的活动，出来逛一逛，超级热哦，我包成这个样子我好难受。可以喝酒，可以喝酒。全部都是高热量的东西。歇，最后还是决定买一杯可乐。这都是我不能吃的东西，你看那什么，那么大一份的 cheese。我是一起的吗？这三位未经商量好就穿了一身黑，我一个人穿个牛仔裤 so sexy， 你看酷狗，哎，适合你这种风格，很适合你。这家装修好好看，就我希望我的家也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可以要瓶哎！现在这里都是我，我也是在想说，我们可以点一。That one, okay.I don't know， 我是吃那个袋鼠有点阴影，但是我相信他做的很好。那我们要不要 cheer 一下？我们来 cheer。所以这个袋鼠是我能吃的，对，就是出来是真的那个。先喝红酒。像是真的袋鼠哦，感觉像是很香，就是生的。我觉得口感像袋鼠，它长得也很像生的，我觉得。都不要夸张。我其实买过他一直算了，不要我别人穿什么，对，你穿那个，我说哎，那我也穿一下那个。然后没有，你看看我穿那个毛衣什么，对，我就说这个毛，我是有一件跟他差不多的。今天翻箱倒柜找红色的、绿色的衣服，本来有绿色的毛衣，想说这个天气穿毛衣有点太夸张了。嗯，穿这个，好看。然后现在去 Trista 家过圣诞了，耶！
们吃饱饱了，开始吃蛋糕了。看这个圣诞老人在侧面。这个还不是外面买的，这个是我们应该直接去自己的朋友做的。这个就等着吃甜食。这一帮人都是等着吃甜食的。看到桌子上有剩的菜，我会想要把它吃干净，所以我刚刚坐在这个桌子旁边，他们都已经撤走了，就我一个人还在吃。这东西像吗？像啊，像啊，你看给我们。Happy Christmas！ 为什么 Happy Christmas？ 哎，我的这个画面很完美，我觉得很好拍。耶！你切，你大胆的往下切，反正不要吃。切了就白切了，这个我狼吞虎咽的直接用勺碗把这个已经碗掉了半个，好好吃啊！太好吃了。喝了一晚上的红酒，的嘴巴已经变成这个颜色了。不知道为啥看到了，哎，我的小卡片。我也来看。哇，我这手镯，再包了一下。哦，这两个是一样的了。谢谢。就是他收到的两个礼物，一个是来自我的，一个来个橘子的，这两个就刚好配成一套。用这个泡茶，完美啊！这礼物太搭了。我们三个人是不是一起算说好了的吧？我觉得现在只要有音乐就可以嗨起来。咦，外面人也太多了，太热闹了。我们现在送橘子去坐火车，应该是坐地铁。Merry Christmas！ 啊，我也拍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拜拜 ，Merry Christmas！ 喝多了来，路过来玩一下喽。什么？我感觉25块钱不够玩，应该多买一点的。真的，还有这些玩具，玩一起。来看这边有没有沙子。我们联机玩一下。踩油门，踩油门。This is how it's done. This is how it's done.